谢谢大家，特别感谢各位的什么，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嘉颖区的年轻的选民，特别是住在西米山的朋友们特地赶回来投票支持我们的旺姐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一刻，也让我们马来西亚人站起来向这个多年来这个国政的贪污腐败说不，也让我们马来西亚堂堂正正的站起来成为一个一等的公民，所以谢谢大家这次的投票啊，各位的这个支持，我们仅以万二分的谢意，谢谢，terima kasih, 南里万那个。